はい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毛爸。刚刚呢，我已经去，这里打完了第一剂的疫苗了。日本呢，从二月开始可以打。那我有去一直注意，我住的这里呢，他七月的时候给我所谓的接种券，就是你要有这个单子，你才能去预约。但是我们的年纪呢，因为我没有特别大的生病，所以我是在30到40这个阶段的话。七月拿到接种券，结果到八月底才能预约，8月30号才给我预约，所以我就预约之后，一直到今天是9月23号，我才打了第一剂。我本来想要拍一下内部的情形，结果一到那个会场，他就贴了超多的纸，写说会场内禁止照相，禁止拍影片。会场内禁止照相，会场内禁止拍影片，超多的贴超多，所以我真的也不好意思，就是把打针的那个样子把它记录下来。那所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那我这一次打的是 BNT， 看一下它这边有贴纸，它这边有写新卡达 coronavirus vaccine， 就是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接种券的临时的接种证明。那这边有写 community， 就是这次 BNT 的名字就叫 community， 应该中文就是他们说什么复必泰吧。然后这边有写 BioNTech， 然后 Pfizer 辉瑞，然后呢这边有写我的接种日是2021年9月23，那我的这一个疫苗是到年底到期，所以完全没有问题。那我在打针前呢，他就先帮你问话，他第一个人不知道是谁，他就先问你说你打针啊会不会有过敏，然后擦酒精会不会过敏，一个月内有没有发烧或者是有什么疾病。然后我说都没有问题之后，他帮我再带到第二个地方呢，第二地方的话就是医生一样问你一模一样的问题，这个月呢有没有发烧，那你有没有重大疾病，会不会过敏什么的，全部都是问一样的问题之后，就带我到打针的会场。那他就这样排排坐，就排很多排之后，一个人坐一个位置。那打针的护士小姐呢，是不是我们在移动，是他们来移动，所以我都只要坐在同一个位置上，他就会过来帮我打完针。那我打完针呢，就在原地再坐个15分钟休息，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他就给我刚那张纸，然后就可以回去。所以我现在已经打完第一剂，才刚打完而已，所以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异状，等看看过几天会不会有比较不舒服的感觉。日本的 BNT 是隔3个礼拜要打第二剂，所以在预约第一剂的时候，他也要连第二剂都预约好，所以3个礼拜后我就会去打我第二剂的疫苗，希望那时候呢也不要发生太严重的事情了。好，后面两个小孩其实很想睡觉，但是不睡，在念英文。小猫英文意外的好耶，他意外的好耶，耳朵不错哦。你耳朵不错哎，什么？好像很厉害哎。什么 ？Apple pie, asphalt, French fries, cheese fries, hamburger, juice, yes, asphalt, red lobster, lobster。嗯？跑步的声音啊。那我已经打完2剂的疫苗，我在打完第一剂的时候呢，只有左手臂，因为我打针的地方是左手臂，有点酸痛，但是2天后就没有了。那也没有发烧，也没有其他任何症状。那我打完第二剂，想说大家第二剂都比较严重，结果呢好像也是只有手臂酸痛。隔天打完的隔天下午吧，有一点到 37.1 度，但是 37.1 度也几乎就是一般的体温，所以也没有说特别的发烧啊，还是很不舒服，但是有一点就是比较疲惫吧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妈妈她应该也跟我差不多，因为她也没有说很大的烧，也是一点点而已，
所以呢，我们周遭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特别特别多的副作用。人家说老人副作用比较少，所以我都已经算是有点老了吗？好，你看到很多无鏘鏘的消防车，他们在整理的。弟有点感冒，大家来看消防车，大家可以睡觉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打完两剂 BNT 疫苗后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不知道大家打完疫苗，不管你是打哪个厂牌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副作用吧。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健康，能够不要染疫，然后副作用不要太强烈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毕竟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咯。好，谢谢把影片看到最后，非常感谢你，拜拜，拜拜。